轮美，充电变充气，美好人生当小伯喷演技。左边看台的观众我爱你们，右边摇滚区的观众我更爱你们。哪来的看台和观众啊？这边明明就是电影拍摄现场，女主角还没现身。哎，说着说着人就来了。哦，原来是桂圆，不是桂纶镁。啊年尾哦，桂纶镁小姐你怎么当街 kiss 啊？造型更像机姐，完全像个大小伯啊！这是新片《美好人生》哦。哎呀，你去年不是才说演技被掏空，怎么充电一年变充气成了个大婶啊？哎，你知道吗？说巧不巧，有人爆料说啊，你被掏空的那年，时间一对照啊，刚好就是你和廖凡拍戏宣传《白日焰火》的那段时间。然后呢，陆梅就有意无意说你们两个好暧昧的呢。不过呢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小美充电回来，演技果然大要进，轻轻松松打完收工，让工作人员提早2个小时回家。哎，果真是一个影后该有的演技了。